现在大家手上拿到的是通缉犯天阳生的资料。这几名通缉犯在半年前打劫押款车，劫走了1亿美金之后就下落不明。昨晚他们在香港再次出现。半年前抢劫押款车的是谁？买家是谁？为什么出卖我？很快他躲不了太久。刘三，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？你信不信警队有内奸？ Relax, everything's under control. 我和你半年前抢劫押款车是不是你做的？半年前抢劫押款车是怎么了？一辆冲锋车，5个警察，加上车上的装备，你猜值多少钱？无论明也好，暗也好，都有一定的游戏规则。香港是不允许有挟持警察的事情，一直都不可以。哦，这游戏我做的，跟我玩。不定，我们都这样。狗车里的钱被人抢走了。你是在利用我？那帮人是疯的，他们不是为了钱。My business. There's only one rule come. One more time. High speed of wings. 眼睛就剩这么一会，下次有超度。酷毙了！